相接。外卖慢还是降多人呢、哦？外卖的慢，排队排到这样长。可是嘎巴新算这里是算比较大间啊，在这里的外卖慢。
放这吗？还是？开回来啊！啊，烤了 BBQ。哇，那么多人呢、啊！这里新开的这间。他是在装修过，在做过。招牌换过了。招牌呀、啊，好，嗯，好像是没有啊，有没？我刚刚以前有就是。嗯。今天31号啊，所以看那么多人来吃啊。跟高家的你。也是吃火锅的。经过酸奶哦。你刚讲了，你要看。